In the 40 years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drive began, Guangzhou has seen its businesses flourish and its ports prosper. It has also been a time for progress in the city's social services.当我们拆开眼包，有一点点痛的时候，我一般是会让他贴着我。有时候会哭一下，但是他看见这个世界的时候，你会看到的微妙的变化。他先好奇地看着你，看周围的世界，他非常好奇，所以这个过程，这个医生来讲是一种幸福感。 我是1988年考上中山医学院，因为我自己喜欢眼科，毕业的时候我就来到中山眼科中心，一直就是一个临床医生。我的第一个老师就教我，说你要手术做得快，一定是每一刀都要切准它，不能犹豫，快准狠。手术室一看到我来的，他们就是知道要打足12分精神，他们都是跑起来做的。 Chen Weirong is known for her speedy and precise operations. Her reputation draws patients from all over the country. Every day, she performs at least 20 cataract surgeries, which each takes 7 minutes on average. I'll look at your eyes. 这个就不来了，他就不追了。你自己从多少岁就看不见了？我，我家是我小孩子这种情况，也没治疗过，没治疗过，也没看过。我请他几面看多了嘛，他也没有钱跟我去治疗过。你现在靠什么生活？他就拿点低保这个。他拿一点低保的。这是弟弟还是哥哥？我是弟弟。弟弟啊，别动他，最乖了。 现在的我还是要再跟你讲这个情况，这个右眼是没有希望了，但这个眼呢，我，家族里面没有这样的人哈，没有，就是为了你这一家人，所以你也要坚强，嗯，我喜欢奶奶是吧？嗯，我亲个，嗯，为什么我想去试？ 它第一呢，它对这个光还是有追光的。第二呢，角膜面上没有看到有带状变性，所以这也是我下定决心想去搏一下的一个原因。5-year-old Feng Weiye is a patient Chen Weirong discovered during her volunteer medical consultation. His father has congenital cataracts. His mother left the family shortly after he was born, and his uncle supports the entire family by himself. 他另外一只眼因为长期的炎症已经视网膜脱离了，所以那个眼没有希望了，所以整个压力就在这个眼睛。Unlike the common congenital cataract, Feng Weiye's disease is more complicated and is more likely to cause adverse reactions during the operation. But as long as there's still hope, Chen Weirong won't give up. 这个孩子应该有希望，这个有红光啊，最怕眼底是灰色的、黄色的，虹膜也没怎么萎缩。恭喜你啊，宝贝啊！恭喜！光州他向来是跟海外交流比较多的一个城市，他接受外来的知识还有新的技术，他比较快。其实很少人知道，我们中国的西医是从广州这样一个小小的一个眼科医局开始，就是在1835年吧，Dr. Bock。
他来我们中国建立第一个西医馆，而且这个西医馆是以眼科为主，眼科医区，后来发展成为中国的西医的摇篮。像孙中山先生这样的伟人，也是从这里走出去的。我觉得很有缘分，也很幸运。我现在还在广州，而且从事的是眼科这样的一个专业。 宝贝，哎呀，哎呦，真的想奶奶了。刚流行的，他的肾赶过来了。啊，坐下啊，不能动的啊。拆开了啊，不能动啊，乖，手不能动啊，乖啊。 哦哟，快啊，他大了，嘿嘿嘿，你看他的恢复状况很快，一分钟一分钟就在变。你看到没？长大了，绝对能自理，读书也没有问题。我希望他将来最理想的状态，他还能照顾你。像前我的压力这样，家人叫我一个人，压力很大，这个好一点。努比，你都不认识我，看到我样子长得啥样？我们看一下，小眼睛，好吧，来。 我心医也快30年了，我经常跟我的学生讲，做一个医生，一定要爱心，你要爱你的病人，第二要恒心，有决心去做这件事。自己走，不怕的。第三个要精心，你做任何一个手术，你要精益求精去做好它，只有三心合一，你才能够做好一个医生。 Through her compassion, perseverance, and meticulousness, Chun Weirong brings people in the dark back into the light. This is a city illuminated by love, whose glow reaches every corner. Hello, everybody. My name is Joki. My favorite painting of joy is flowers and some buildings. 第一，喜欢看历史，从战国时期的再到唐宋元明清的，我都看过。啊，我是嘟嘟，我喜欢音乐。喜欢什么歌？我是喜欢靠马哥。我叫陈一飞，我最喜欢画的小熊熊做靶子，我画的自画像。变形金刚好了。好了，一泽起来讲。 我喜欢听交响乐，叫交响乐。Guan Xiaolei is the founder of the education program for children with special needs at Guangzhou Children's Palace. Since 1998, she has spent almost every day with children with special needs. 24年前，我女儿出生的时候重度窒息，抢救过来了，但是。 他们的判断，他极有可能是一个有智力障碍的孩子。他的爷爷奶奶咨询了很多儿科专家的意见，然后就说来劝说不要这个孩子，就说以后会成为我们的负担。他们就去病房去看他，刚刚出生没多久，很虚弱的样子，在温箱里面就对着他们两个老人家笑，他们就不敢再提了。 这个过程其实心里面挺无望的。到了98年的时候，那我自己女儿4岁多了，就各方面都挺健康的。当时就说：“哎呀，老天啊，我真的是我很愿意去帮这些小孩。” 我们以前接触有一些孩子，他们是连家都不出的，因为出来会有很多歧视的眼光。那我也是经历了这么久，也看到有些支离破碎的家庭，这一些家长面对他们今后的未知，亲戚朋友各种各样的眼光，可能都使得他们真的是。
很难生存。最难的就是这个社会给他们的压力。像韦一哲吧，他应该是比较高功能的自闭症，因为他在某一些方面是有天赋。相对来讲，他的情绪的控制是比较的差的。小时候他长得好漂亮，水灵灵的，白里透红。那个时候觉得他是一个情绪很紊乱的一个孩子，说一些不着边际的话，跟你是沟通不了的。他妈妈挺憔悴的，我想已经把他妈妈的整个的生活、事业、前程全部都搅乱了。In 2014, Guan Xiaolei set up the Rainbow After Rain inclusive art troupe. She believes that communication and acceptance between special and ordinary children are beneficial to the healthy growth of both groups. The emergence of the troupe has drawn the attention of many special educators from home and abroad. Today, the troupe will bring their music and joy to France.我曾经听过有一个平常的人接触一个自闭症的孩子的家长，他说：“哎呀，你的小孩是星星的孩子，很有天赋的，对不对？”有这样子的一些有天赋的孩子，但是这里面可能有一个谬误。我们平常人有天赋的人在艺术上面也是很少数，特殊孩子里面其实也是极少数的。大部分的特殊孩子学习了以后，他们是不是就要成为一个艺术家，这是不现实的。但是通过我们的艺术教育，可以带给这些在黑暗当中的孩子更多的阳光，他们可以跟社会有更多的接触，沉浸在一个艺术世界里面，他可以去表达自己。快乐其实本来就是一种疗愈。你要不要跟妈妈坐？不要了。妈妈，妈妈，我这样不好啊。没有不好，挺好的。阿姨，要不给点东西给他吃，还怎么样？阿姨，给他东西吃啊？要不要？阿姨，好，不要，谢谢阿姨。他说好哦，我妈妈给他，我也很有偏心。不用不用，他不吃的，谢谢阿姨。哦。Voilà, je vous demande d'accueillir très très fort Wage. We would feel that he can communicate with people is a problem.但是有时候我是觉得我们的线跟他没有搭上而已。我记得有一次我们有一个老师跟他在微信沟通得非常非常深入。他说我不是自闭症，我没有甩手，我不会乱发脾气。应该说可能在某一些方面会很明白的，只是他有些情况下他可能说不出来而已，就暂且吧，让别人把我当成是傻子吧。但是当你跟他能够有一种信任的关系以后，他会把这些东西都跟你导出来。他们内心其实
是很清楚的，其实内心他是有尊严的。对于这些特殊孩子来说，可能用一个说法会更加贴切一点，就是有特殊需要的孩子。我们看到这些特殊孩子，他们所有的过不去的东西都是写在脸上，但是我们所谓的正常人，其实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内心过不去的东西，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特殊需要。接触了20年不同的在困境里面的孩子，心里面你要有一种很刚强的力量来支撑你。但是我们接触多了，你反而有时候内心里面你会生出一些阳光出来，从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一些很单纯很朴实的东西，是我们这个社会没有的。其实回过头来看啊，不是我们有什么了不起，真的是他们这些孩子给了我们机会，改变了我们啊，他们给我们的更多。 Through her boundless love, Guan Xiaolei brings hope to families straining under anxiety. 这same city is home to Professor Joe Fulin. His dream is to shelter people with strong buildings. He has spent his whole life searching for methods to improve a building's ability to withstand earthquakes. Tangshan 发生地震，第二天嘛，部里面就来了通知，说要派人参加中央部署单位的地震震害调查团。我一进唐山，唐山市第一人民医院那个牌子还在，后面一片平地啊，人都挂在外面，车不能走了，在路上走，两边都是死人了，飞机每天都来喷药啊。当时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个中年人，他说，你是工程师吧，你们这些人怎么搞的，怎么地震来了房屋全部倒了，你是搞设计的吧，我是。我当时心里听得很难受，所以我当时在心里我就暗暗地下决心，我是一个土木结构工程师，我以后我一定要设计出地震来的是不倒的房屋。Joe Fulin is an academician at the Chinese Academy of Engineering. He set up the Earthquake Engineering Research and Test Center of Guangzhou University.A renowned scientific institution in the field of earthquake resistance and disaster prevention. 现在是第几段？第一段是吧？每次地震，我们在每个地方都不有强震仪，它能够把这个地面的震动，包括竖向震动、水平震动记录下来。我这里现在储存有1000多条地震波。我做试验的时候，输入到我的控制室。还原到这个震动台。下面一个试验，剪切波。所以你站在震动台上，你就像站在地震发生的地方。开始。一看到地震波，我们就联想很多。这条地震波是可能造成多少人死亡，多少房屋要倒塌，它的规模，它的破坏性。Joe Fulin was born in 1939 in Shantou, Guangdong. His father was a senior clerk at a British-run drawn work company.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PRC, he went with the company to Hong Kong. Joe Fulin has 9 siblings. In 1955, his mother planned to take the younger children to Hong Kong to join his father. 16-year-old Joe Fulin insisted on staying.
我母亲当时问我说要不要一起去，我国内当时的教育还是很正常的，特别是1956年以前。59年我母亲说你们到香港来探亲，从深圳罗湖一搭上香港的土地，我就感到是另一个世界。有一天我哥哥就带着我到个房间里面，啪啦照一个相，就给我送来一个叫做香港出生证。哥哥就说你已经是香港人了。我当时听了心说了是吧，不是太高兴。从解放以后接受那个教育啊，还是使我们充满未来要对国家做贡献的理想。我到香港去跟我对未来的追求不一样。In the summer of 1976, Zhou Fulin stayed among the ruins of the Tangshan earthquake for 3 months to conduct research. Every day at daybreak, he would bring his camera and look through the crumbling walls and collapsed buildings. 功夫不负有心人呐，我当时就发现有两类房屋没有倒。我走近一看，这两栋房屋啊，沿着它下面一个防水层滑了49米，上面全部好的。我当时就想起，如果我在房屋和地面之间做一个能够滑动的层，这个房屋就没有倒。 Zhou Fulin soon made another discovery. If the support between the columns of the buildings was resilient enough, then the buildings wouldn't collapse. The two discoveries were an inspiration. Zhou Fulin grasped the core theories of two earthquake-resistant technologies, vibration isolation and energy dissipation. 有一部分能量就消耗在它这个装置上，以柔克刚。In 1984, as one of the first government-sponsored students to study abroad, Zhou Fulin finished his studies in Canada and returned to Guangzhou. After 30 years of efforts, the constantly improved technology in earthquake resistance and vibration isolation has not only been applied to infrastructure, but also residential buildings. 76年那个地震，我们死了几十万人，那是因为我们国家太贫穷落后。过去中国人是处在求生存的年代，有住就不错了。现在中国人已经处在要追求幸福生活的年代。如果再发生一个地震，又倒那样的房屋，又死那样多人，损失很大，不得了。那确实作为我们技术人员来说是说不过去的，这是对不起老百姓的。从安装这一套装置到现在已经10年了，10年，真实运行有8年。人的生命是无价的，我现在的理想是做到地震来了，人照样住在你的房屋，只是摇一摇，不必跑，里面的东西完好无损，使到地震形成一个完全是自然现象，人跟它和蔼相处。如果说做到这样，我们才算完成我们的任务。Guangzhou is an open city filled with the light of love and humanity. It is this love that fills the city with spiritual warmth and waters the seeds of humanity, allowing them to take root and bloom.